那我们刘海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留比较厚实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上面的部分我们就稍微秀一下，然后那层次让它比较低一点，这样刘海的部分就会比较扎实、比较厚实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看一下。那好喽，这个刘海刚不是说要厚实一点吗？好，对啊，你是觉得这样不够厚实吗？就感觉虚虚的，还是说，刘海再短一点点，把它要再短啊？对啊，就把它这个虚虚的稍微再，但是短一点，再短不就？就更显得不厚实了吗？再短就也快没刘海啦。这样，那头发要厚一点，对不对？嗯，好。待会呢，我帮你把这边修一点点。那你回去的时候呢，把整个头发往上拨，然后侧边我帮你做利落一点点，这样你的脸也会显得比较修长。完全要照他意思剪的，我还特别帮他用一支这么贵的剪刀剪，他就不满意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对客人来讲，这就是一把普通的剪刀。你如果要征服客人的心，不考虑。
这样真的好吗？